但是我也热的话，我就比你慢了。所以你还是要我去玩？我也可以下去啊。越下去多爬一个，教你。你看，这叫压，这是压过节的吗？有压，只是被盖住了。去再拉。太松。これで2万。いいですか？2つ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对，就是用这个比较方便。用哪个？感应的、啊。都是感应的。都是以前传统的嗅的，嗅的就不行。我们后来看到他们都已经升级到感应了。都不用顾门啊。你可以开始推啊，前进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这个很慢啊，我想起来了。
handlebars and lift your ski tips up. まもなく終点です。防護手すりを歩いてください。啊，我们晚了吗？已经九点出头了吧？他们也说九点左右啊。镜头 check。我有了吗？你好像是，你好像是吃耶。擦掉就好了。好，走吧。有在拍啊。赶快。有在动。你的有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直直下。就是这个了。只能直直下了。两个是不是？那两个雪板的不知道是不是？是啊。你穿了吗？我就觉得就是 Henry 是吗？我觉得是还是不是不知道，那个身高有点像还是怎样。Henry 吗？哎 Hello 太好了，我怎么想到出来了？我怎么想到出来？我昨天有看到你，我有印象，你是不是在路边看到我？到处都看到你，然后就想说乱喊看看，对，反正人家会理我，不对，对，反正喊错，人家听到我是 Tandy， 太厉害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穿那么显眼吗？我在路边发呆的时候，才会有人把我捡回来。他、啊、是吗？他一讲话声音比较烂吗？有吗？有，还好吧。很像我同学。我同学会跟着我们两个一起去滑雪，就三个人一起住。今天好推吗？一定。今天我那边下来只能直着下来啊，不然我到不了这边。不过你们比较好一点吧。
你们膀子大，你们膀子大，平平推，我们好惨。好吧，那就先上去吧。上吧，上吧。你们今天是全三圈吗？还是只有踢到？还是只有这里？我们明天才买圈啊，明天大晴啊，明天到处逛比较好。欸、我比较难。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谁打算？ご乗車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力道没那么大。我们那个其实没那么松。要用。那我们是初级者的那个啊。我们初中级。我是说我们买雪板的时候两个人都初级，所以他没有，我就要调初中级。是哦，他指数可能调比较低的。没有，一样一样。这个万用的 DN 值可以用很久，除非我们技术到很厉害，不然我们都不会上山。还是右脚怎样？哦，今天就不管了，直直下。欸，我刚刚有稍微体会到一种感觉，就是有点突然在那边阻止我的样子，害得我赶快往后。往后以后速度反而变快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看你还在那边 S， 我干脆就停下来，等你远了以后我就直直下来。啊，我会怕。要直直的。危险。不然冲不过去啊。不过幸好那个雪只有一点点的深度，如果是很深的，我那个直下我就要怕了。哦，你在哪里看到？不知道，有看到。嗯。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，我就觉得那个会不会是，我就预感。嗯，这么厉害。最高量站我就直接喊。那你，但是你跟昨天一样无法确定啊。对啊，就喊很快。嗯。就是纯粹很好看，借我看一下我口罩好吗？没有掉，我只是卡着我。哎呀，就会觉得嘴没有了，嘴巴那里有一个没有了，没有，你要到上面才知道，风最大是在上面。现在只是，不然就是我今天穿的中程比较高。现在是前进风，所以是小风。不是我每天换一件中程啊，换一件内程试试看。啊，因为这件跟你的中程是同一件，然后它里面不是刷毛吗？哦，你把那个现在穿里面了。这个本来对我来说就直接当内程。那你的中程是什么？都是灰色这一件外套。嗯。而且灰色这件外套当初它可能要做透气，所以它手臂跟腋下那边都是做一种特殊材质，然后但是这个就会很深。我的蓝色那件你是什么颜色？蓝件。我那个也可穿内程的那件。就你送给我的那件，我的是黑的、啊。哦，黑的、啊，我都没有在穿、啊。我之前刚提货就不穿这个。
我之前以为你那个灰的就是我的这个蓝的，结果你的是黑的。就跟你一样的啊，就灰的啦。它不就两个颜色，灰跟蓝吗？那你今天应该够了。然后我送你，你现在的忠诚是我送你。对啊。对啊，买羽绒外套的时候，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么当的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他的。其实这样，我这样一想，我就觉得我傻傻的没有那个。他知道那里是什么，他知道那里是什么，所以他就是要去那里跳一下。但是他的手的那个样子，好像他要摔死，好像他站在钢索上，要平衡。那我想问问看他那边怎么样。哦，但是我们问到的会是昨天的资讯。昨天天气算还不错啊。对啊。你也是，你是明天要去还是？明天要去，好天啊。可以，差不多啊。嗯，今天他们要去花园的路非常艰辛。还是其实他们直直下就可以用，就可以。往下滑了，那可能是它的坪又有高起来的地方的问题，它不是你一直推。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单板的人他们在那种地方有的怎么推吗？有的是就是先往后摇，然后头再这样再咻再这样摇船一样这样摇，用摇的。可能那一招在这个地方会比较有用，因为刚好符合抽雪滑法还是怎样。嗯，有一点冷。嗯。每次觉得滑雪的时候就变黑白照片。嗯。你不觉得吗？不然会有的时候就会有蓝啊，没有蓝就不行了。没有蓝天的时候就是黑白照片啊，就是雪跟树枝两种颜色没了。你的那个防雾的袋子？什么东西袋子？防雾。有啊。我在检查我的拉链都有。呵呵呵。你看他们是不是就是在那边膝盖以下？他们要特快的，哎呦，这个也是膝盖以下，直直下就好了。我们等一下看这个雪板的，对，这个 ski 的怎么滑？他们，我觉得大家只担心前进不了吧？他有往后翘吗？他还要推几下、欸？他就这样子进去。你看，屁股以下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后退。哪边？检查哪些部位？手吧。手。我是手套一点点，膝盖一点点，额头一点点。我看你的进来，还好，我嘞。有一点嘞、欸。还好，有一点点雪在上面。你要用手。两下，前倾，前倾。这个要不要拉长一点？什么东西拉长？这个袋子，剩的不多了。你说剩的不多了。
好像之前一直都维持在这个状态。对啊，都一直是在那。以为他消失了，一阵雪看不到人。嗯。哎、欸，到了。再等两阵子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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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？是这样吗？跟我一模一样，其实也差不了多少。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哪路呢？没有，就是好了。明天可以啊，有啊，我们是从头录到尾那一种。对啊 ，Hello， 耶、yeah, ，我们梅洛卡利的人来哈。我跟你说，我到今天早上九点之前还要哭。啊啊！但是解除了，太好了。对，解除了，很好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口罩不会结冰吗？不会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戴了之后发现这样比较舒服。所以你们不戴这种吗？就不戴了。我们之前是戴那个，但是它口水跟湿气都会粘在它上面，只要一小时后就湿掉了。但是这个的话好一点。请问你 how to 在就是我没有露出脸的状况下可以认得？没有啊，没有认得你啊。我们叫了100个人的，没有开玩笑的，直接就叫到了。啊，不是说九点附近在这里？九点附近在这里。对啊。是啊。那要拍一张吗？好了好了，我拿一下。那要对温度计吗？看着那颗温度计，证明我没有来你这口罩。对啊，有打卡，有上班，check in。嘿啊，换头换头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雪场照一下都是这样。那可以吗？要往哪边？可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加油、哦、你们去，你们去花园。辛苦你们了。对。哇，这个你们脸都遮住了，我是要什么表情？人都进去。不用表情啊，我们雪场照都这样拍的、啊，就这样，挥挥挥挥。那你们等一下下午都在哪？我们还是在这啊。哪边？哪个雪道？也只有这条、这三条缆车，我们会一直这样上下走、上下滑。太慢。对啊。我们喜欢最上面这一段。我们还没有滑过黑的。哎、欸，那个再上去就是黑线的。啊，哪边上去？那个啊，三人坐那个有沙发的那个上去就是黑线、啊，有盖子的吗？对、啊，有盖子的上去就是黑线呐、啊。没有，都是黑线啊，也有绿的啊。
有绿的，而且那个黑对你们来讲应该是好的，因为他只是说没压雪而已。我跟你说，我那天就是用滚的从那上面滚下来。不，今天不一样，今天雪比较松，所以抖的那个难度会降低。对啊，但是平下去不是抖的问题，是会陷下去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你就尽量直直的下。爬不起。好，什么？哇，太厚太厚。带着一坨雪在滑雪。我们是你真的连笑的声音怎么都没有真的吗？其实我是你同学吧，要不要等一下回去对一下学号。还是什么我是上一九的双胞胎妹妹还是双胞胎姐姐？下次帮你们推一起，因为他刚好跟你一样，他在台湾，你现在也不能那个，他也都在前面。对，你们的兴趣是一样的。他海关很棒哎，潜水的好朋友，所以要去冲绳潜水训练。哦。哎，你那时候回台湾有在？有啊，在潜报。那我请假就哦，我要去潜水了，啵啵这样。我们要直接走下去吗？就直接下去，往那个。只能坐到最高的接过去。我们昨天就打到六分，你们体力真好。啊，笑脸来。对啊。哎，我要跟你介绍一下吧，这个阿布，这个比尔，是比尔的。我认得三个面罩了。人认衣服。灰的跟红的，蓝的跟黑的。不是，这样子你也认得出来，我也是佩服。回去就可以对上。脸都没有出来呢。只能在学场都认识。对，裤子这样。对啊，你们都一样的。我要问你，那边好玩吗？哪边？那边。希尔顿那边。它最近的 S 的坡弄得蛮舒服。对，还不错。你们有？几乎不用推或者。不太用推，因为蛮陡的。它下面有一段，就是你结束雪道之后，你要回到更陡了这边，它有一长串的路，那边稍微要加速一下，不然会卡在中间。那今天就必卡了。明天也许还可以。就这么深，对啊。是你会搭这个？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就在上面跟你们分开。Okay, okay. 你们往右，我们往左，这样。然后走下去一趟，但我们再上来，可能就会往另外一边走了。嘿呀嘿呀，你们上去刚下的时候就要推很远，一直推过去，一直推过去。因为一上去就要走一段，然后再开始。要推很远。还有吗？下午可能就会去新手道看我在那边练 S， 不会 S 这样。要住到那么多天哦，脚不会酸吗？
我们要进行那个理论啊，就是第四天以后会进入回复期。真的四天。真的，我们突然感觉不到任何酸痛。我真的之前我花8-9天不是成佛了，是忽视身体的警告，已经无感了。无感。第四天以为在痛，第四天醒来就不痛。听说第四天开始就不会了。麻痹了。对啊。真的啊，所以我们规划通常都是六天以上。可以啊，要直直的下啊。他们就要平推了吗？还是他们就要开始推了吗？这里他们，平着下，那一定很难上。对啊，是吗？是。他很爱他的板。在努力推吗？他们要上吗？表爸，你要跟我走一起的地方，对啊。欸，他们要先滑一次吗？他们这样接得过去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要坐那个缆车。那我坐拱多啦，那一点。这样。我有兔子吗？他在等人。欸，没人吗？有一个。很好，真的。在等什么？对啊，我在这啊。我没有要前进啊。我没有急，我只是觉得它很慢，这里的都好慢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上，因为它真的太慢。哎呀，我好难下。啊，所以他们就不跑步。嗯，看起来是。我还以为他们要走上面那个嘞。对啊。还是他们要先热一下，先摇一摇。他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下面就渐渐往右岔，然后就坐拱多啦。第二个就是再来一次这里。嗯，这样我有点怀疑我们那个绿线切过去如何。我们切一次绿线，接着第二次就下那个深雪去。那我们不滑右边了，我们今天要滑看这边了。现在早上。哦。那第一次走松雪区，第二次走右边，还是第一次走右边，第二次走松雪区？好，第一次走右边好了。用那个热可能还 OK。最好的时候。没有啊，要热一下。我有点怀疑我们刚坐的那个长缆车啊，嗯，欸，不是长缆车，那我今天没拍照，就是第一个缆车，我怀疑它座椅是不是有加热，膝盖那边，膝盖下面哪里有？我觉得很热热的啊，哪里有？太浪费了，不经济。没有，如果是吃大晚餐那一个啊，它就是有加热，保证有。你又没去过，但是我查过啊。那这里的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。
我在流涕。不是你不，你不觉得他？我觉得我鼻子有水，我是说鼻子有水。想，如果我们滑到太无聊，是不是要来请个一天？就是，倒数第二还是最后一天？你说在这里吗？在这啊？会不会这里反而比较贵？价比较高那去志贺请好了。如果志贺 OK 的话，志贺也有讲英文的吧？这就不知道了，还是拼了命用日文。你应该会就看出来啊，然后我也解释不出来。对啊，全部搞不清楚。他们都是用那个滑法，翘起来的滑法。我猜我们没学会。这里有盖子的，对，我可以擦个鼻涕吗？随便你啊。什么叫待会这里有盖子？就是再做一次。不是，这里的那个出去的地方是可以选左边右边的。是啊。不会一直挑选。啊，对啊。我不想要在车子上擦。好。至少先把它擦掉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它在那种打泡泡的状态。就是吸气，它就砰砰，好难过、哦。啾啾的打瞌睡 mark。查一下其他人，这些人啊，观察一下他的深度啊，这好像有点要直直的，要膝盖，对啊，我看我可能会花一个小时才下得了山，好像要翘起来滑哎、欸，这我们行吗？没有翘起来的话，好像那个先右边滑。这个等会再说，这个感觉要好很久。往往后。还是在飘呢，还是在飘呢，横着飘。你背对着雪做这件事。
下部分是黑，是比较陡的黑吗？好吧，去看看吧。上半部红，下半部黑。走了。那过来就滑一滑就直接偏走。你要走？不生气的话就直接偏走。哦，好啊，试试看啊。希望不是推推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下到那个地方不是有河流吗？这就是河流来的地方啊。这个的出口，这个的出口，那里有个黄牌子。好啊，好啊，来切切啊。没有啦，这么多。不知道，我想就是绿色下去尿个尿之后再来那个。都 OK， 包括我让我捡到了面罩。哦。哎，有往下，真不错。右脚休息，刚刚我都用右脚推。好滑错、啊，那边也有，这边也有。我们有没有滑错、啊？棒棒右边跟棒棒左边。啊？棒棒右边。对啊。总觉得
应该是右边比较安全吗？偷看一下好了。要走右边，还真的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，它分岔了，它会接到左边去。你说走。先走啊！对啊，你可以用滑的。勾住什么？勾住一大团，然后被卡住过不去啊！这里就下面，这样看来都还好。会有阻力，有的时候小心往前扑倒的力道。啊？要小心阻力，身体稍微往后躲没关系啦。嗯，看路线，这段可以一直滑。这里要去绿色。对啊，我在想哪边往右岔。不要试试看要不要下去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啊？先去尿尿。前面右转。前面右转。就是了。好啦。我看到缆车了。
就会从缆车下面过。好了，走吧。啊？我跟着你，因为我看不到，我不知道你。右边有缆车线，在那边的下面。好，大概在这里哦。这个路牌在那。嗯。这里好深哦。小心，会很深，往后顶。我差点就要往前扑了。应该是绿棒棒吧，我们真的过得去吗？你不要再过去哦，再过去就要下去哦。对啊，但是很深哦。好了，再滑了，身体往后倒，直直下就可以了。往后倒，不用推，轻轻感觉它往前滑的感觉，脚也不用踩。没有，没有，往前顶一下，都不要，你不要用叉子，自己控制前进后退，往前顶一下。啊，你完全不会动。好，推两下。为什么不准我叉？是怎样？就叉一下会怎么样？不是啊。要练习啊，好了，这里才会不动啊。好了，有了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去尿个尿，然后等一下来滑这个。好，走了，要直冲哦。
现在有很早吗？十点。十点不到，因为我忘了尿尿啊。你有尿吗？我怕等一下困住尿又会更急，然后尿过尿就不怕困住了。到楼上再按，脚踩高一点。我这样看好像两个眼睛盯着你看了。还有没有？啊？眼吧。就鸡血啊。你的前收获前面有积一点，然后你的帽子缝里都是，啊，什么意思？眼镜跟那个中间上面已经结冰了，这弄不出来。你看我的眼镜跟中间是不是？也是啊。对啊，所以等一下会变成水，然后变成水之后又那个。变成水之后，所以我后面没有啊，什么？这个要抖一抖吧，抖一抖背包就好了。那我们要先下完架就做游戏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先在这里赶快处理眼镜，不然上面的那个溶掉就不行了。还有额头帽子那边。我还没关哦。